之前提相性哦，那相光性的机制我们才刚提过，那我们也提到有所谓的相地性跟背地性，背地性就是负相地性。那在我们在描述所谓的相地跟背地性的时候，我们会说，当你把一个植物横放的时候，假如是这个植物它横放的时候呢，前面是它的茎或它的芽，这写个茎，哎，茎写多字，是它的茎或是它的芽，那下面是它的根。好，那我们去做切片或做染色，我们做研究发现呢，地心方向会决定你生长树的分布情形，这是地心方向哦。所以向地心是指朝向地心方向。那朝向地心方向之后，我们的生长树在茎或在根都会在下方沉淀，就是生长树会往地心方向移动。好的，那你们现在看这个打点点，就是我们做的研究。哎，原来这边会有高浓度的生长素 ，but 在茎这里好解释，这边生长素很多，所以这边长得比较快，对面长得普通快，它就向上弯上去了。好，出现非常明显的背地性，所以茎往上翘可以解释。可是根呢？按照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生长素，它应该跟茎一样是往下翘、往上翘啊。它却是往下钻到地里面去，哎，这边就出现了矛盾，怎么会这样子呢？也就是说，同样是生长树往地心方向移动，对于芽跟茎产生的是背地性，对于根却产生了向地性，出现了好奇怪的相反的现象。为什么？科学家知道原因了，那我现在跟大家解释原因是什么。请各位看这一个图，这个图是解释像为何同时有向地性又同时有背地性最重要的图形。这个图形你们要知道怎么读它。好，先教各位，以后你们看任何的图表，不论是科学的图表、人文的图表，只要是学术上的图表，都有一定的通则，也就是我们有规则的。当你看到的图是 X 轴跟 Y 轴，这边是 X 轴，这边 Y 轴，叫双轴图，不管是不能叫双轴图，叫 X 轴 Y 轴的分布图。其中 X 轴呢，我们会叫它因子，因子就是 factor。好，那纵坐标呢，我们叫做那些因子所产生的效益 effect， 这两个不可以放反，放反你就会骂到臭头，因为学术上有这样子一个规则，横坐标是你探讨的因子，纵坐标是那些因子所产生的效益，这一些 factor 所造成的 effect。好，那以这个图来讲，我们看它的横坐标写的是植物生长素的浓度，好，就是生长素浓度，我这样表达 IAA 的浓度，它的单位是 ppm， 就是百万分之一，而且事物它的那个数值不是等差级数，它不是1,2,3,4,5,6,7,8,9,10,11,12,13个 ppm， 它不是哦，它是10^-6, 10^-5, 10^-4, 10^-3, 10^-2, 10^-1, 然后10^(1)/10^(2)/10^(3)/10^(1)。这是等比级数，都是用10的倍率，所以这是个横坐标是等比级数。好，横坐标代表是生长素的浓度。好，看起来这个图在表达不同的生长素浓度对某个东西的效益，那个某个东西是谁呢？再来看纵坐标，是植物器官的生长，单位是百分比。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图要表达什么了，我还没看里面的曲线哦。这个图在表达不同浓度的生长素对植物器官生长的效益，生长素浓度是我探讨的因子，我探讨这个因子对于植物器官的生长有什么效应。好，所以效应就是植物器官的生长，所以你要先懂这个图探讨什么因子对什么效应，不可以画反，画反就会骂死了。好，那我们知道这样，我们来看我们科学家做的实验，我们就用不同的生长素加在植物身上，看它的根、它的芽、它的茎的生长情形。可是纵坐标我确实讲的是器官生长百分比，单位是百分比，好奇怪哦，而且它的这边有个0%，然后下面是负值，上面是正值，什么意思啊？如果是负值是代表这个植物缩短了吗？因为生长怎么会有负值呢？就是说我可能长高到180公分了，我开始倒着生长，180变170变160，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这边所讲的器官生长百分比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跟正常情形相比你改变了多少百分比。再讲一次，跟正常情形相比你改变了多少百分比。我们举一个实例，这边有根有芽有茎嘛，假设这个根原来哦，我都没有加任何的生长素，叫做对照组，正常它生长的情况，这个根它每天生长一个 millimeter， 每天我的单位都是每天多少个 millimeter。 好，植物的根一开始生长是 1 millimeter per day。 好，现在呢我给它特殊的处理，
比如说我给它这个浓度，好，我外加了这样的浓度 的生长素，发现它增加了，就它这边是 30%， 什么意思呢？正 30%， 我增加了 30%， 所以当我用这样子的浓度刺激的时候，我植物的根哦，它的生长速率会从1个 mm 变成 1.3 mm per day， 对不对？你看我从每天生长 毫米 millimeter， 我呢加了生长素之后它变成 1.3， 是不是增加了 30%？ 它是这样看的。好，同理可证，我今天如果用10的负 1ppb 给它刺激下去，咚，好，对过来发现，哎呀，是-50%耶，对吧？什么呢？我这样的刺激，我的植物的根生长速率降成 0.5mm per day， 减少了 50%， 对吧？所以这个图是这样看的，我的生长速率不可能是负值，我的纵坐标指的是你的生长速率与对照组相比增加或减少多少百分比。所以各位，真正的原点在哪？真正的原点在这里，让我圈起来，就是减少100%。什么意思？不论你一开始生长速度多快，当我的刺激下去之后，你是-100%，那就是生长速率零，归零了，因为你减少了100%，啊，不就归零了？所以真正的这个图的原点是这一条线，就是减少100%。所以你看这边为什么原点写-10%，单位是百分比，就是-10%。好，如果各位这样子的状态你可以理解了，我现在把其他不相干的东西擦掉。好，正负留下来好了。好，这个拿掉，这个拿掉。好，那这个图呢会有几个有趣的现象。这有三个器官，根、芽、茎，对吧？那我的芽呢，我用红色代表好了。这个芽，我题目一开始不一定有跟你讲它对照组的生长速度，不一定有跟你讲，所以我要跟你讲。好，假设这个芽呢，在没有添加外来的生长素情况之下，它正常的生长速率是每天长5mm per day。好，那我的茎呢，可能生长速率慢一点点，它每天生长3mm per day。好，我现在用不同的生长速率刺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我就以刚刚的例子来讲，我用这样子的浓度刺激芽，它增加了80%，因为这边是正80%，此时我的生长速率就增加80%，那是多少呢？是不是变增加80%？就是增加了4mm 每天，所以它就从五增加到9mm per day， 对不对？好，我现在的芽举个例子，它增加了。同样的，我找个茎好了，我现在用10的3次方高浓度刺激，结果对过来，哇塞，被抑制了耶，它减少了80%。所以这时候你的这个生长速率就会减少80%，8×3=24，减少了2.4，那只剩下0.6mm per day。好，各位，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三个器官一开始的生长速率，你可以用这个表去推算，那我这个生长素下去之后，你应该生长速率变成多少？但如果题目没有跟你讲它一开始的生长速率，你只能知道这个器官这个浓度刺激下它的生长速率是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但它到底是多少呢？绝对的数据你不知道，你只能知道改变量，你只能知道改变量。好，所以大家，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来做加强。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植物激素浓度一下去了，我让你的根增加了80%的生长速率，就对上去80%在这里。好，那如果我在那个茎呢，它却增加了120%，哇，好多哦。请问你，这个植物加了这个浓度的生长素之后，是根长得比较快，还是茎长得比较快？是不是答案是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你没有跟我讲一开始的初速啊，懂意思吗？所以我只这个表只跟你讲它生长状态改变的百分比，它没有跟你讲那绝对数值是什么，不知道，你要自己换算，懂意思吗？好，就像我举个例子哦，一号同学跟二号同学拿着成绩来跟我要分数，他说老师你改错了，啊，我改错了，好糟糕哦。结果改完之后呢，一号同学的分数变2倍，二号同学只增加1分，请问谁比较高分？
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一号同学、二号同学、二号同学 double 乘二，一二号同学只加一分，看起来乘二要很多哎。可是一号同学可能一开始是五分，好，乘二你变十分了，好棒棒哦。可是二号同学一开始就八十分，他现在变成81分，那还是二号同学高分啊。我没有跟你讲一开始的分数，我没有跟你讲这三个器官一开始的生长速率，所以我只跟你讲这个图可以知道它的生长百分比的变化，增加还是减少多少生长百分比。好，那上面的正值代表是促进生长，比原来的快嘛，下面的负值代表比原来的慢，被抑制了。好，现在讲了那么多，到底这个图跟我们刚刚的植物的茎啊芽产生背离性跟植物的根产生相近性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先把它擦掉哦。好，来咯，这个接下来就重要的解释了。大家如果今天我这边沉积的这些生长素的浓度如果是10的负一 ppm 往上对，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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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咚！你看到没有？对于茎是促进，对于根是抑制，有看到吗？好，如果这个浓度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它对于茎跟根的变化。好，那我换那个一个荧光黄来做一下说明。这个浓度对于茎是促进的，下面是促进，那上面呢？我写个零，什么意思？不促进也不抑制。零代表不促进不抑制，但这个浓度在根呢却是抑制的，那对面呢？不促进也不抑制。好，我们相比这边正这边零，是不是这边长得比较快，对面长得普通快，就向上翘了。 OK， 那这边是负值哦，这边是零，零就是正常速率，那负值呢就是非被抑制了，变得很小，所以这时候反而是那个背地面长得快，向地面被抑制了，它就向下弯了，合理啊。好，所以为什么同一个浓度对于茎是促进生长，对于根却是抑制生长，此图就看得出来。好，所以这个图给我们很多重要的观念，这是植物激素的特性。我们还没讲植物激素哦，植物激素有什么特性？第一个，同样一个植物激素在不同浓度效果可能是不同的，这在人类就很少遇到，人类的生长激素就让你长高啊，它不会让你变矮，但植物的生长素某个浓度是促进你生长，但浓度过高或过低却抑制哦，所以植物激素在不同浓度效果不同，这先了解。第二个，就算是同一个浓度，像这一条线，同一浓度对不同的器官也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像这个浓度对茎是促进生长，对根却是抑制。好，这跟我们动物激素就稍微不同，我们动物激素不是走这一套，我们动物激素喜欢走的是拮抗，胰岛素降低血糖，肾上素增加血糖，两种激素共同调节。可是植物激素可能就一种激素，它用不同的浓度产生不同的效果。好，以上我们就用这个图，也就是不同浓度的生长素浓度，不同浓度的生长素对各植物器官生长百分比的效应，它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同时有向地性跟背地性。好，那这个图就说到这里咯。